大家好，这个出场好特别 ，hello， 咁咧，今日我哋请咗一个特别嘅朋友嘉宾嚟我哋呢一个 YouTube 度玩，咁自我介绍下先。大家好，我系 Crystal。Hello， 耶、yeah. ！我系边晨。系边晨啊 ，Vinny， 我 channel 叫 Vinny。咁跟住咧，咁咧今日原本咧我今日 off 啦，咁今日佢都系 off 啦，应该系自己 off 咗啦，咁。off 咗之後咧，取消咗一堂啦，咁佢就咪，咁我原本今日想錄一個 cover 嘅，咁好幾個禮拜之前咧已經講，咁嗰陣時候就未決定係錄啲乜嘢歌，咁我哋就決定係想錄一首廣東歌，咁最近咧我就有聽到一首兩個女仔嘅合唱歌咧，一個係Jin Lee 啦，我唔係好記得佢中文名，係另外一個係Aga 定係Aga，我叫Aga啦，咁佢兩個合唱嘅呢首歌叫做。咁就非常之好听嘅。咁其实今日咧，佢系第一次听到啦，因为我前一排都冇，即系唔得闲同佢联络啦，咁冇俾佢听过呢首歌。咁今日有机会咧，我就啱啱放我俾佢听，咁佢哇，佢都好中意，即系首歌嗰种感觉，一听落去咧就对呢首歌好有 feel。咁我就决定咗唱呢首歌。咁其实呢首歌系讲关于啲都系啲感情，即系感情啊、情歌啊，都系啲情歌嗰啲啊。咁就比较上系带有好。好唱得出，即係嗰啲歌詞我都寫得都好好，同埋呢兩個歌手合唱係好合拍啦，兩個嘅聲音同埋各方面，總之就好聽就極力推介，獨一無二，非常之好。咁我哋而家就即興咁樣，原本係諗住錄嘅咁嘅 cover， 咁但係因為我哋用電腦去錄啦，咁但係就因為冇嗰個麥錄音嘅嗰啲麥，咁咧就。所以錄出嚟的聲音就不好，就音質沒那麼好，我就決定下次先錄一個原聲。今天呢我們有個琴在這裡，那我們就想即興地錄一半，那我就會隨便地亂琴彈，說幾句就可以了，那我們就系啦，咁啱啱就系我哋呢一个即兴乱弹乱唱嘅独一无二啦。咁因为系第一次录啦，咁我哋一 take 咁样系咁即系求其咁样弹一弹唱一唱咧。因为佢今日先第一次听呢首歌，同埋啲歌词都系第一次去好多甩漏啦。咁但系因为都几难嘅对佢嚟讲啲歌词，咁今次系第一次唱啦。咁希望下一次当我哋准备好嘅时候再夹一夹啦。咁住啲。用一些器材去錄埋呢首歌，先再放一首完整少少嘅版本出嚟。係啦，咁咧今日好開心可以請到佢嚟啦。咁因為佢而家都要去啦，因為佢有飯局啦。之後我就可能自己彈琴咁唱歌啦。希望有一日啦。係啦，咁希望下一次咧
一起唱歌的同事希望他去吃饭可以带埋我啦，咁再希望下一次唱完歌一起吃饭，咁就唔好唱完歌他去吃饭。是不是你请好啦，咁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我哋下星期再录一首俾大家，好啦，拜拜。